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神游，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有心却等到天亮，黑眼圈就去进化，熬夜太可怕，快洗洗睡吧。就站在你身后，吓得样子很丑，爱耍帅也没用，穿上太丑，自然不透。每次我们在身后，真心话太冒险。 可是你在我的眼前不用表演，想笑就笑吧，于是没底线，在女生面前留点颜面。真心话太冒险，反正确定有点露脸，你都看见。高兴就往那手，翻脸就往那口，但有你懂我，这一点就足够。 Monster.
You might not shake a shaker, take it sheet out. You might not shake a shaker, get love to love.
sale. Yeah, 90 or so.我先登台了，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本场演出的主持人。作为主持人呢，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地方。这个院子它叫宝善宫，最早的时候呢是一个道观，三门九宫十八庙的一个建筑，依山而建，错落有致，很有特点的一个院子。有些朋友呢，刚进来的时候就在问工作人员了，为什么这个院子的门这么小，而且还在一个旁边？ 这个原因啊，跟它道观的身份有关。道家的建筑呢，很多都是根据了风水学去建造设计的。台北龙行天下，滚烫的开水经过这一米二长的茶壶嘴之后，落到大家的杯中之时，水的温度就是泡盖碗茶的最合适的温度。 一米二长的茶壶嘴也是起到了一个调整水分茶壶的设计，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喝茶的一种非常独特的一种智慧的展示。希望现场的宾客朋友们喝了这一碗盖碗茶之后，身体健康，心想。 也是非常来握个手的，自己想要什么什么都有，接触一下。也是今天的幸运的朋友哈，来到前方坐在前面的也是有好处的。同行的同伴可以给他合个影，把他照个相。大家会如何表演呢？在最后面，这是他最帅的脸蛋的庐山真容，谢谢。 来，我们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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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就在这一秒开始终结系统，没用的情绪全部都清空。我不屑比赛，我只是热爱。难道说你还听不懂？我不会说把双手放在空中，只教你怎么到外太空。I'll tell you about
is gonna feel 我会让你还不会 cry Open up your mind Yeah, make you wanna scream I got that good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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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不眨眼是做啥意思你问都去学校跑哎的我还要去见老爹我不认识又冬天的You blink already. Yeah, she blink already. And we are done. We bought like what? How many milk? 62 milk. All put them in the box, and our teacher help us carry. That's dancing. Bought so much tea.Buy all the bubble tea. Control different. Yes or yes.
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想。